什么是美味？美味是我们最爱学校旁边那家甜甜圈，香甜的口感总让我们扬起了笑脸，同学一起笑着品尝幸福的滋味，快乐也紧跟着脚步来到了身边，向右双手抓住我们要的时间，向右双眼捕捉每个精彩画面，最期待每一天，下课洗脑的时间。